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我是白同学。白同学，我们来拍这部片，怎样？就是这个《近战二代》引擎组装完毕之后，还有周边一些很讨厌的一些白骨啦、阿里阿扎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、避震器的 cushion 啦，我们周边今天要一次把它组装完成，后来要准备上车，一起上车去喽！耶、yeah! ！好，接下来传动盖直上哦，十颗螺丝哦，这个白同学带个动作就好了哦，阿个合起哦，适合。啊，这一种螺丝我最肚烂了。好，安得。接下来，这个零胚啊，套上去，啪啪，瞬间装上。然后这个螺丝很烂哦，这三个是十字的，也是一样改成白铁的，直上。好，啊，然后这一颗因为它那个小穴太紧了，所以我们也是直接用十字，要不然那个套筒干不进去。好，换主色。然后这个气缸包覆了，就这样干进去，啪，瞬间。然后它这个螺丝是比较特殊这一种啊，有一颗是短的。好，螺丝孔位置一、二、好三，这个你一般我刚刚没有发现的话，嚯、哦，尽情的调这边调，这个盖上去，来有没有大功告成啊？好，然后这三颗一样也是改成白铁的，直上。啪啪上去了，你看，该这多赞了，要不然那个原本十字螺丝看起来就感觉很烂，很难拆。好、哦，然后一、哦、二，加这条臂加三，然后这一根直上，好，安得好。之前这个先锁是不对的，来火星塞，哦，火星塞是那个十六号的，哦，这个我有换新的，澳门还没有把它锁紧，哦，难改锁完。好，啊，这个小紧就好了，这个你大概吊一下就好，不然你如果黑头发来你就输了哦。好，哦，差不多之后我们这个直上，我现在就讨论到这里，我是觉得吼，来、哦、当用碟刹给我方便的，哦，就这样过进去，因为白龙血手不够力。好，好，差不多啊哦，好、哦，接下来这个中度。哦、啊，中度它这个是这样子，因为它过去这边有挡住了嘛，对不对？这个 pin 拉开啊，这个旁边有挡住。好，我们就是这样把它撑上去，靠多一哦，动就多啊。那个世界上就是有那么巧合的事，另外在雷屋哦，啊这边刚好去卡到这边呢、啊。真正讲真的，哪拢这样巧合去钓个乐透，唔知偌好咧。哦，弄进去。我现在做偷啊，倒这种车卡这种物件，我感觉倒这做烦的，唔知。它这一根哦，从这边呢、啊、拴进去的，去偷一支，唔知要创啊。你就直接做麻就好啊。哦，安装方法错误，那一只要先套，先套之后这个再上。所以这个看似简单，这个伫车顶个弄哦，腰手歹弄的啊。你若捌弄过，你就知影白龙是咧讲的代志诶。好，好，好，锁紧。好、哦，十二号的，十二是变阿念。好，安得好。啊，这个等一下再吊上去。啪，换姿势，来，后轮要上去了。哦，啊，这个是朝外面的哦，安尼设诶。好，来，后轮。上去，卖大客啦！你得输落靠。好，进去之后，这个来，安尼是咪靠倒，对不对？然后高骨啦，高骨啦上去，这个螺丝拿掉。哦，这个它是装在白骨内底，吼、哦，唔知是白骨啦、高骨啦，就是这样装，然后放进去，所以这个是这样子。哦，输出，这我给贴到有咩问题诶？哦，这边套进去，盖进去好了。哦，二十四号的转上，换主色，二十四号的，安得，然后迄条啥，十四，这个转了安。更正是十二号白龙血的嘴啊！哦，
有没有整合真的赞呢？把它吹紧，吹紧，按得好。啪啪，哦，你看，安尼金鸡独立起来哦，尾也要装起靠装，然后排气管直上，这个零胚啊放上去，哦，这个我原本的螺丝哦，把它取下来，啊，这个比较简单，直接略过。啪啪，龟壳上去了，然后这个排气管的那个那个啥电片换新呢，哦，装上之后12号的，安得好，换主色，哦，14号的吹落，12号的安 ，OK， 好，哦，接下来这个骨壳，这个盖在这边，然后一颗这里有这个哦特殊的挖下。要注意，呵，直上空气滤净器，空气滤净器它是锁这一颗跟这一颗，哦 ，A、B， 哦，螺丝这样子，这两颗要先锁，要不然你车子平面的时候要很难锁。呵，安的呵，来，避震器，哦，离成功越来越近了，把拢雪拢是惯性啊，整整的较起嚟啊。牙是对那一边的，好，安好，一支麦动动下。二次回收这个管要进去，松者就我那些在安忘记了。好，哦，然后机油的话，我们上车再加哦，较袂抓 end， 然后造出来。沙库拿下来之后，手扳断细啊，来用这金铜力赞助的上好的产品，哇，这真正最好用的。这个哦，洗手洗起来阁袂个清气，你毋知？还阁有柠檬香啊，有无？你看，所以这好的物件，保养品嘛是爱用，恁看者，非常之好用，根本完全免洗手啊，对不对？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啊，你看者，这个用的越南德林偷偷的仔加海边，这里也有哦，吼，小可保养者，安尼切切就知影这车大的心了。所以一定要会废物利用，我看这车真好用嘞，惊到嘞！换姿势这边，哦，未来要上车的时候一定足开心的哦。我讲真，听起来真赞，真好甜的。但是后来有对事行程融会贯通了，引擎终于全部装好了。龙雪，那白龙雪分享这个引擎及其他那个阿里亚扎的组装哈，不专业的分享给龙雪。下一集我们就要来上车了，嚯，这紧张时刻到，唔知道到底好不好？废话不多说，安诺，下集准时来收看，记得呢订阅白龙雪第二教室，拜拜，哦，再送。